啊，兄弟们，各位老爸们，这个任务非常简单，就是我们给宝贝们的展示，什么叫做真正的勇气，要让宝贝们看到我们的老爸们融在青山绿水间。很简单啊，我们大家在跳下去的时候，要在空中摆造型，摆什么造型都可以，看你们的，我们来评最佳造型奖。三二一，走啦！ 我看看还能不能再浮上来。他说他一步就好了。来了，来。我来。啊，来，曹哥，曹哥哥。啊，换爸爸了是吧？阵雨兄。One, two, three. 杨梅来，哎，因为每个人是不是都亮个相啊，就回来？哎，真的是啊啊啊！腿软的呀！哈哈哈哈哈！腿软的呀！哈哈哈哈哈！耶！好，我来了。 我靠！他扑下去了！我靠！他扑下去了！疼不疼啊？来，我到了！杨威叔叔加油！杨威叔叔加油！哇！哇！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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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大家心里面可能都还是有点紧张，我是觉得跳下去肯定没问题，就是想着翻什么动作。阿德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欢迎走啊！峰哥，我回去了啊。 大哥，我回去吧，别跳了。<笑>感觉一激将他就下来了。别跳了，你要跳我也得跳。啊！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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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跳，快跳！一闭眼就下来了，没事。 是蛮可怕的，从我的脚，可以感觉到整个这边都软掉了。然后陆毅哥就在旁边，就说：“不要跳了，来吧，我们就回去吧，你就跟我一起回去。”可是前面都会跳啊，曹哥跳啊，我就很为难这样。曹哥，叔叔加油！来了，加油！
最后一次，三、二、一，走。你马上跳不了了。这些剑客快到城下！哈哈哈哈哈。